在台湾乡下地方的民间信仰里，通常都有一座大庙包围着村庄部落。这座庙宇不论是王爷、千岁、妈祖或其他显赫的神明，往往扮演着众人精神信仰的寄托中心，以及捍卫村民的村庄守护神。但是你知道吗？台湾有个小部落，却出现了一位妈祖旗下的有形村庄守护神。他不但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是个违反入庙规矩常理、行径怪异的人士。究竟他为什么能够得天独厚，受到妈祖庇佑与宠爱，又为什么能够和其他神明一样，被人称为村庄守护神？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精彩的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曾经介绍过一位这个神仙阿伯。嗯，为什么这位神仙阿伯大家会觉得他这么样的奇特呢？那就是很多人看到他每天又吃又喝，可是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上厕所。诶，没错。可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神仙阿伯有一个更大的本领，就是不论春夏秋冬，天气就算再冷，也没有人看过他穿衣服。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要为您介绍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这位奇特的人物呢，在他们村子里面，他们却认为他是守护神。那么这位守护村庄的这位奇特的人物呢，唯一跟刚才说的那位神仙阿伯有一点相通的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也是十多年来都不曾穿过衣服。所以到底这个奇特的人物他的生活情况是如何，他是不是真的和神有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将深入的追踪报道。首先为欢迎我们的外景主持人裴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裴杰。另外还有灵学专家陈志宇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究竟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奇特的人物，也是他们村庄的守护神，他是怎么样来守护他的村庄呢？他又是怎么样的来捍卫他自己跟他自己的村里面这些老百姓的安全呢？我们有详尽的报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请看。明天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庄呢，据说有两个守护神，其中之一呢是我们大家人人尊敬的妈祖啦。那么另外这个呢可就厉害了，听说啊他是非常特殊的人士。到底他哪里特殊，又如何捍卫这个村庄里的村民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寻找这位传说中的村庄守护神艾琳。之前节目中曾经介绍过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人称神仙阿伯的怪老伯。他虽然终年卧居牛舍，足不出户，却能知天下事，而能吃能喝的他竟然没有人见过他的排泄物，因此神奇的特殊传闻远播四方。而今天又有一位被冠上神仙称号的人出现在南台湾，到底这个人有何特色能够荣获村民称仙称神的特殊封号呢？听说在你们村庄里面啊，有一个人，然后晚上都会出来巡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有。那听说他很特殊，对不对？对对对。伊是安那特殊？伊下暗时啊，身旁常常会出安尼撞来撞，啊撞的时阵，伊迄位吼，迄位啊，迄位啊，想要擦啦啥，看到伊吼，惊伊会痒啊，伊会羞啊。嘿嘿，啊，所以讲，人就较唔敢来遮，嗯，有，所以讲，我治安有较好啊。还有没有其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唔穿裤啊，唔穿裤。对对对。他是全身都没有穿吗？还是说只有裤子没穿？全身都没有穿。什么？没想到这个人称村庄守神的人，竟然和神仙阿伯一样，都是个不爱穿衣服的怪人。以前那是没穿衣服。啊，以前我两三岁的，无一穿，两三岁就无想要穿衫。四五十年拢唔捌穿过衫。唔捌啦，恁五十三岁。啊，那像安尼，恁家外口的村民看到，敢会感觉就歹势啊？没啦，外口外边来过来下啦，啊你啊转来是下啦。猫啊，这小天，这只要是恁猫啊。三四岁就不穿啊嘛，三四岁就从啊热个迄个。这一个过头，伊啊，从我神经麻、小儿麻痹，伊安尼来了，过来了，来无穿。啊，大哥，你哪叫叫伊穿鞋呐？袂啦，伊都唔穿啊。嘿啊，我较早我嘛来拎起啊，手啊要拔开啊，脚嘛拢来拎开，啊，佮来用伊都唔穿了，伊唔穿啊。迄阵了囡仔，你若变啊穿，伊就你要拔就变穿了，你要拔。啊，那寒天伊袂寒。佮较寒，伊都无咧穿。你若想咱台湾佮寒啊十几度吼，伊都拢无咧穿。据阿荣的大哥表示，阿荣在两三岁时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和衣服成了绝缘体。但令人纳闷的是，阿荣的怪异行为究竟是因为发烧过度，还是他真的是众人口中的守护神呢？找出阿荣成了唯一的解答。我你啊，天差不多
刚进来呀，搁底下吃西瓜的你，啊，怎么吃饱呢？大哥呀，你多大个？哎，伊今麦来讲甲人家，什么大？来对了。我那讲好来，我那讲好来，你讲。对啊，我那讲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安荣竟然主动在村庄信仰中心妈祖庙旁现身了。你想那么多钱噻？冇去哪买拍摄啦？挣得了啦！啊，你挣得钱，安那会钱？钱拢老光。啊，你当时从细汉就袂爱穿衫。嗯，挣得了，会晓啦。会晓哦，啊，感觉会热袂？袂啦。还是会老光。啊，那你穿会安那？会晓。会晓，啊，我即马提几领衫互你穿。会晓呢。嗯。你若给他，我就讲。对，也旅游过，你也穿，嗯，也旅游过，哎，配嘛唔加袂着。拢加袂起，啊！你只配伊，同款啊，伊只配拢点一块一块。伊你看，伊都三两毛钱啊，伊配伊嘛唔加。对啊，伊咪得去厦门小龙，厦门能见到，从透早啊早时啊，再一一点发明出来，底些多人吃些，我多半时啊，些多人我弄，小龙姐姐不。你看家乡买高贵的好鞋呀，我上过一个。你身体敢敢会成破病？不少，不少。你哪会？哪会？我哪会？我姐姐现在过就少老，少你哪会嘞？我哪会？我刚才被挂掉了，你刚才没过，但是看我今天，今天本身没过。你这是在哪地方呢？阳光美。对对。工作呀。不同于一般需要极力呵护的小孩，阿荣从两岁起开始过着野人般自我放逐的生活。啊，你无穿衫晒日，安尼会做热未？晒了辛苦会疼呢？管你疼，有点热啊！你看到伊在穿啥？啊，这臭鞋是在臭啥？你伊在啊？伊在在。哎呀，啊，无你无在，你无穿好衫在晒，啊，可能你在拢无棉衫啦、红胎来啦，你嘛是啊，晒晒起啊。啊，过去内面困你了，唔啊，无我嘛是讲过去内面困咧，红胎好你食较袂。啊，遐我有垃圾的变数。啊，无伊内底都唔困啊。哎呦，我嘛唔知啊，啊，内底你若啥物哦，要困你都拢弄弄歹啊。哎，放松你做做啊。啊！你放松个热。啊，热，伊个无要紧啦，伊个算个惯势啊。你像这大妈家，你感觉烫正下落，行五分钟，已经可开了，走到头伊嘛无要紧啦。算到伊个整个成个干热的习惯啦。啊，你搁较夸张，咱咧穿三四领衫，伊嘛无咧穿啊，爱着会算到亲像讲，亲像咱咧动物性，迄个都有受过风霜的啊。和神仙阿北一样，情愿窝在简单杂乱牛舍里的阿荣，虽然小问题不断，却不曾生过大病。然而鲜少生病的他，却曾经发生过令他胆战心惊的意外。你也秋天闲呐？是啊，这个秋闲呐。个个，哎呦我的，哎呦什么价钱？电话，哎呦我的，哎我做钱呐，做钱你真，你讲啥？没看，啊，真是做我做没看，做没行。没啦，你做烟斗的啦。便宜啦。等下上敢会听无？没啦，没听，不主要哪会听。对，人无咧安尼教人做许吼，
阿去啊啦，到处人回家，如许手掌啊、春芽掌啊，许夹着的啊。伊迄阵咧摕物件，拢用倒手啦，啊倒手掌啊，拢有掌啊，许夹着安尼啦。啊夹着伊个老头，我看老头伫个一面窗内话，啊去安定，头尾三点钟正六天啊，啊去高高世界高高，都个无个去啊。他会帮我们做事啊？做什么事？扫地还是只搬东西啊？锅头啦吼，像咱做工事啦，啥伊会去啊顾啊？伊家己就会去顾，还是讲恁来家己？无，伊会去啊顾。咱啊像咱做路啦，创啊伊会去啦，拢会去啊搞指挥啊是安怎？啊人大拢捌你啊？真㖏娘！先生，先生，先生，几个啊？阿伟，阿伟。啊，这个，这个，我见你了。叫你啥？你叫啦。叫我去我不管你。有时候小朋友来，家长没有来接送的话，我就跟他讲，你来来，他就过来。老师不冲啊，你给伊带回去。你拢想让伊带多少钱的？对，哦，你给伊带回去，然后他就问了，谁家的孩子？我说某某某家的孩子。嗯、哦，帮我带走。嗯，还不错啦。很棒哦。嘿，他真的很棒。完全不在乎自己残缺的外表，阿荣热心公益，这或许是阿荣异于常人的某个特点吧。而他据说会被冠上守护神的尊称，和许多无形界有关哦。你像听讲是讲七月的出世，还无介绍恁啊？七月的出世，伊是七月的出世哦。阿公这命命出去了，无多好呢。生出来阵就本地就袂啊，那叫人家不晓得啊。哦，那啊，算作无照顾生，安尼啦。啊，无照顾生，迄阵着阮妈伫个，就算作足够培养啊。啊，到迄阵头一两岁，一岁生出来头无妈月，伊着热开啊。热热到热到41.6度的款，热到41.6度，啊，即摆迄阵着从啊从啊变成从啊算作。迄闹迄个小孩子，当啊会消极麻痹啊。就是有人死掉的时候，嗯，他在乱喊，对对，他在乱干这样。他会喊什么？哭吗？还是说大他乱叫？乱叫。有人死掉的时候，拢用死拢啊叫啊。用死啊？有咧，先几年，你死较袂啊，拢用死啊，没死啊，你叫死拢起来。啊，偷安喜欢喜无？啊，伊初一十五啊，较高诶。较高。伊有一种，伊也普通时代，伊也到初一十五啊。伊那乌白这样乌白眉安尼啊。是足歹啊，是安那？唔，迄伊，那唔是讲算足歹啊，啊伊都咱咧教，伊无要教咱听呢啊。啊，初一十五较会，也是人死较会。啊，放下是袂啊，放下伊也叫伊做啥做。啊，你若初一十五，伊无啥要甲你做。啊，阿英是安那恁恁庄内底若有人吼，往生你拢会知影。嘿。啊，你阴暗就会好呢。没啦，后面才会好。你讲你就会大声讲话啊。是呐，后面才会好。袂好，啊，你敢会大声甲大家讲啊？是安那？没啦。唔知影，伊本身家己嘛唔知影。伊家己嘛唔知影。嘿，伊本身家己嘛唔知影。啊，到有捌去，因为恁遮在庙埕啊，敢捌去问过下底神明？唔捌呢，爱在厝内有当去做。有时鱼竿拢无声呢。啊。鱼竿拢烧死安尼哦，我爱去过遐鱼竿烧死看呢。阿英，听讲昨恁遮有，就是有人往生，有人死去，啊，你着伫遮休哦。啊，你在？食物都一听。食物也摆落去听。无啊，人讲你在休迄个。你是人的一点灵性啊，吼，对不对？啊，伊是个业障性就带安尼啊，无你个伊个业障带安尼嘛，无你个看。阿荣虽然不承认自己感应得到灵界好兄弟，但是从小在他身上似乎就有某种神奇力量，督促的引导他接近鬼魅，靠近神明。到底阿荣的情况真的是累世业障吗？还是村民说的和神有关呢？而传闻阿荣夜间会守护着村子，当个尽职的守护神，是否真有其事？你绝对不能错过下段精彩的报道。群小女生刚刚开始，然后还没看到她的时候，一定很紧张，而且很害羞，想糟糕糟糕，等一下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因为会很紧张。可是看到她之后，她远远的从我们前面跑过来，我们发现哦，她给人家的感觉，如果不要看她整个外表，感觉上她是一个小朋友。
就是在开加上他的外表之后，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老顽童，而且在跟他相处的这个两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他几乎已经跟那个村庄融为一体了。你们去采访他，小王说他两岁开始，好像是因为生了一场病之后就不穿衣服了。对，发高烧之后就不穿衣服了。嗯，所以这个转变也是让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说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村庄。对，他从来不会踏出那个村庄以外，他巡逻也是在这个村庄里面。其实我刚刚有给他看一下，嗯，他真的是他们当地的那种农村土地来投胎啊，他当地的土地来投胎，就是他们这片土地，就是讲一介征讨东地，有一个农村土地来投胎的，嗯，这种有时限，就是来多少年，他会来多少年哦，比如讲你这个土地再来，就叫。换再一次人生，再投一次人生，然后再下去，整个灵格会再生。嗯，那为了说你要来投胎以后哈，不做任何坏事，有可能会让造就他这个样子，因为他从来不会做坏事。老师，那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在七月农历七月的时候比较不敢生小孩，因为他们说那种生小孩的话会比较容易去卡到阴啊。其实不是安尼啦，其实古历七月生的囡仔是足巧的，人讲鬼灵精。嗯，哦，而且是。古早人老一句话，有福七月生，无福七月死。嗯，哦，你七月时，你若死的时阵，就哇，气都拢乖乖收收起来啊。嗯，七月时啊，话，想来讲这句，就是话七月时啊，头走出来投胎。哦，安尼哦，你讲七月是七月半以前，还是整个七月？整个七月，整个七月。一号到月底。我上一年农历七月生的嘛，马贵先也是农历七月。七月是七月啊。我要在场，我们男生两个都是，哦，难怪人家说我鬼灵精。那你要是农历七月生的小孩，特别的聪明，特别聪明，而且鬼灵精，而且福分，即使七给星啊，给伊娜吼，在都拢带着做。有一个唔好就是他讲，晚上出门吼太晚，真的阴气在太重，他特别敏感。对呀、啊，七月生的小孩特别敏感，特别敏感。我们很奇怪，我们就是会有一种直觉，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不干净，我们也不是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啊。直觉很敏感、嗯。可是我小时候常遇到，就是。常看到，常看到一些那种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在半夜的时候啊，看到什么牛奶罐飞起来，好几秒，就我常会遇到一些很怪的事情。但是你看，虽然我们两个跟这个阿姨，我们都是农历七月生，那她虽然是神明投胎嘛，但是我们在鬼月，我们也不会乱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语言。可是阿姨会啊。您安尼是有会感觉到，不过细汉的时候您一定有看到，有啊。可是你有看到？有啊，小时候一定会看到。国中的时候那段时间常常看到。甚至也现象的是讲，他都有看到。他没有关眼睛，没有关，目睭无，因为时间到了，就讲十几岁啊，时间到，目睭都关起来，都无看到啊。伊拢无关，所以整个头内底就是讲黑白无常来掠人啦、啊，创啥，伊拢有看到。和小组拜访的人物是在南台湾一个不爱穿衣服的怪老伯，据说他每天晚上都有着特殊任务，就是守护着自己的村庄。夜间来咧困，伊无困，伊未做菜。你这个身份啦，你参讲话，伊伫迄个黑暗的当作认识什么人？对阮庄里照顾足好。我先甲你讲，某咪人你干什么？你要创啥？我对阮庄里照顾。但是咱这个庄的迄个守护就对啊。对啊，你守的佫较好。现在是两点了，村民说呢，阿英总会在这个时候在村庄里面巡逻，到底他有没有在睡觉呢？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一起去验证看看，走。阿英，阿英，你有在干吗？哎呦，哎，这个是人呢？难道这个时间他真的跑出去外面巡逻了吗？那还会怎么样？拿什么东西巡逻来捍卫这个村庄呢？凌晨两点，阿荣竟然没有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到底在哪里呢？真的正在为村庄巡逻吗？你今麦在创啥？你在巡逻，你刚是？你会伫庄内安尼巡呢？巡呢？巡呢？哦，啊，安尼巡是要创啥物？哈？他听无诶，你去看看一下。阿英，都过去嘞哦。好快哦！在夜深人静的村庄大路上，果然发现阿荣的踪迹。这样异于常人的他，听说和当地的信仰中心妈祖庙有关哦。哎，你这边种什么？我们家拜点真的很少，真的很少。
你趁口上去了干嘛要去的哦先那趁口。有了。他没当你。他不会的忙完的。哦趁口他不会的忙没当你去的。你喜欢的呀。他那怎么的搞的就喜欢搞的照。先那爱来的这样。那晚我给他发表。你那你那他这里。嗯。啊你给他拜拜。你不要拜拜啊。你干嘛拜拜。妈啊。啊你想要你去拜拜。妈。不来呀，我拜呀，还当拜还当过。哦，拜还会艰苦。你哪？你拜拜庙会艰苦啊？你去听。啊？对在听。你去听。去啊，拜拜去在听。那可能是武吉利天呢，那咱来讲，你一个那条的人，你一般的，伊讲，阮庄里的庙的讲，大家伫遐里呢，哦，阮庄里无迄普通，你若讲要去人的庙哦，人庙讲人嘛忙去。好、啊、对不对？呀，哎呀呀，真的！我哭哭哭！哎，你干啥呀？你呢？我干啥？我也弄菜的。你是哪里？沈阳。你在干什么嘞？虽然许多人并不赞成赤裸的阿荣进庙，而阿荣自己也否认爱到庙里，但是事实上阿荣从小到大从不曾一天没拜访过妈祖婆，因此光裸身子是否真的无法进入神佛圣殿，我们请来恩德宫的黄公主。你那年对你的身躯有看我你的身躯一定这么不成一定想超过十五岁啊。你那超过超过十五岁啊，伊的地灵吼超两岁。他、啊、差不多那年岁，为什么会跟在阿英身上呢？因为本身哦，伊在长咧长袍，这个囡仔本身也是要讲，带人讲囡仔讲伫遮发挥啊。伊想要来讲伫遮大家吼，来共祭祀迎春来保佑人咱平安啦。啊，有人当作伊啊什么怪怪安尼，啊，伊身躯拢无爱穿衫，就是囡仔嘛，两岁外尔伊无唔知咩啊穿衫，啊，所以不定是伫遮咧咧共顺时人看头看尾。原来阿荣在小的时候就卡到两岁小朋友的灵，所以行为举止才会如此怪异。这年吼，就讲以前你体十五，因为有体重心要来给做主，所以不定是你体十五，会当体人做咧，大家众生吼来，会当来报喜给因啊咧。还是报喜用？嘿，对，报喜用。这孩子的囡仔讲吼，本身两位看这囡仔讲，医生走，伊第远吼，迄个情况啥物事，稍微会当个小姐做陪同，这就较免烦恼。是较烦恼是肉体，安尼有个人太误会太惊。撇开阿荣是否真的具有神力，阿荣在村庄的良好人缘与村民的疼惜，相信这是妈祖婆给阿荣以及村庄最好的福气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希望说，像我们也好，还有大家，还有阿莹啊，嗯，大家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模式来决定你的人生，只要过得快乐幸福最重要。